有遗憾了，没有遗憾，我可以先死了。坐车吗？同学，同学坐车吗？免费试坐，免费试坐，来来来来。哎，阿内有掉了。没有，没关系，坐看看啦。坐看看。什么概念？没关系，先坐再来扫，先坐再来扫。要干嘛？体验一下。没有，没别的，就记录一下而已。记录美好生活，有坐过吗？这个车？没坐过。会不会想要坐？今天机会难得，今天这一座做完，如果可以让你们有动力多赚，之后可以多赚一点钱买到这台车，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初衷，没别的啦。副驾驶啊，你副驾，副驾为主，副驾为主，来坐坐坐，来很快很快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没啊，很快很快，我们就是拍影片记录一下，还可以吗？开心一点。你好像很不愿意。没有。不好意思，尴尬，不会啦，不会紧张，总有第一次。看起来怎么样？外观造型，内外感觉，给你坐起来的感觉如何？很屌吗？很酷是不是？你有听过排气管的声音吗？没有。还可以吗？高潮了，高潮了，爽。所以之前没有坐过类似的车，之前没坐过，对啊。今天体验一下，觉得人生怎么样？我人生巅峰了，可以巅峰了，没有遗憾了，没有遗憾，我可以先死了。你好坏哦！你怎么那么会做效果？没有啊，所以等一下是回宿舍吗？再回宿舍啊。我不想下车，不想下车，你想要跟我回家？可以，可以啊。有缺保养？没有，看起来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这还是你的。对，我们的车，这还是我们的车。正常买这车的人，通常不会只有这一台车了。这种车不会常开，可能就是有活动或者是有事情的时候，有人要结婚啊，还是什么场合啊，一个场合，对啊，才会开到。等一下有机会跟你同学分享一下，你今天坐到这台车吗？会啊。那等一下帮我那边扫个码。好，没问题。同学来。我怎么坐？对，左脚先这里。好，左脚先这里。嗯，然后等着人进来。哦，身材不错呢，同学。今年18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哦，今年2月就要18了。对啊，恭喜你，准备成年了呢。对啊。现在心智上路，18岁就可以带我买车。之后有打算买这种车吗？嗯。会想拼看看。拼看看，要。第一次坐这种车吗？类似的，应该不是第一次。第一次，感觉怎么样？整个这样看起来内装很帅，外表内装坐起来的感觉会不会很硬，还是怎么样？会吗？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刚好有机会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做这种企划、这种活动，对啊，刚好遇到你，算是有缘分。对啊。这台车多少钱？落地价吗？嗯，1-2千吧。有懂哎，平常我在研究呢。没有，因为有同学他家里比较有钱。啊，刚你朋友说可以载我回家吗？不然我跟你回家好了。你说。载我去晃一晃。晃一晃。我刚你朋友说他不想下车，不想回家了。今天，底下那边帮我扫一下那个码哈。好。刚有扫过。还没。我要去扫。扫一扫。Okay, 好。谢谢。感谢啦，恭喜你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有什么感想？这坐起来感觉如何？可能人生只有这一次。人生只有这一次？可能哦。你人生的未来还有好几十年呢。没有，应该只有这一次。也不一定啦，这个车之后也会一直叠价啊，然后到时候越来越便宜，机会越来越大，也说不定你之后做生意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嫁一个好人家都有机会啊。可能哦。对啊，之后多赚一点钱，各种。方案都可以，努力一点赚大钱啊！努力一点，交一个金龟婿。听得到他讲话。我们这里每个都会赚。我们这边都是很认真的年轻人。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帮你介绍，帮你介绍一下对象。好。我太难了。有什么想要跟我们镜头前面的朋友讲？希望我余生还可以再坐到这种车。那一定可以。我相信可以。好，
同学请坐哦，头小心哦，头。我看你姿势蛮顺畅的，你也有坐过这种车哎？没有，没有吗？那你算蛮灵活的，是不是舞蹈系的？没有。平常有在练舞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对啊。坐起来感觉一下，你回去的时候会跟你同学讲，你今天有坐到这台车吗？会啊。会啊。我们今天算是造福人群，因为他们大多都是没有坐过的。然后有一个同学说，在这里从来没看过这个车。对啊，第一次看到。第一次看到。对啊。原本就只有在电视上，还有在影片的时候滑得到而已。对。第一次见到实车，有不一样吗？跟你的印象？就是很酷。很酷。对啊。以前就是看外表，就哦好帅哦。嗯。对啊。第一次接触到内装，还。还可以坐进来，就知道我们企划是很用心的。对啊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是来桃园龙潭的新生一专，还想看什么车？想体验的，或是想去看我去什么地方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斗瑞秘方收了。关注抖音女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